数值是真的吗？哦，没有加梗。不，但是真的有数值这件事。有，我刚数完。你咋能忘了呢？哎，你这下面。我从来没有想到会用油腻这个词形容这么好看的一个人，太油腻了。是跟谁述职啊？我真不知道。跟陈哥。跟老陈。你们都跟陈哥述职？对，一对一。嗯，我有时候是一对多，我们会四个脱口演员一块进去。而且我有一个述职小技巧，就是如果你想在述职的时候脱颖而出的话，你要么努力工作一年，要么就是在述职那天找一些比你平时还不努力的人一块进去，会衬托的你哪哪都好，真的太会找人了。然后述到一半，陈哥都懵了，平时没发现广智怎么这么优秀的。哎呦，你们述职都说啥？你会说啥？我不述，因为我的工作是跟老陈同时做的。Oh, 所以我不用述职，他知道你在干啥。对，我俩基本干的除了领导以外，我干的跟他一样的活。哦、oh. ，你会说啥？我不用说啥，都是领导说。这也是个技巧。我述职都是在局上述，那局上不一定有谁，然后跟陈哥说都在局里了，就明白了。好高哎，那述职吗？那是述口。小佳呢？你述过职吗？我没有啊。你还没有？对，要让我述职，我说我这两天身体不太好。你是光这两天身体不太好吗？我前年2020年述过一次职、啊，就是那个第三季刚夺冠。然后进去之后，陈哥说：“你今天干啥？我知道了，不用数了。”拿了成绩嘛，就是。啊，我感觉他也很敷衍。对，就该走吧。